Hello， 美派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火箭老师 Sunny 杨云晴。今天我要来给你们分享一段舞蹈。是的，今天老师要来教的动作呢，非常的简单，就只有三个动作，那就是化妆舞。来，第一个动作是这么跳的，右手、左手拍一下，然后。拍右脸，拍左脸，拍右脸，拍左脸，拍右脸，拍左脸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第二个动作呢是骑摩托车，就像你在骑摩托车一样，往右滑，往左滑，哎，不是，往右转，往左转。好了之后呢，第三个动作是斜九十度，然后手在上面，感觉像要摘星星一样的感觉，就你摘的时候有一点滑的感觉。滑的感觉，滑的感觉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简单？来，跟我一起跳一次吧。化妆，骑摩托，右左右右左，再骑骑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，同学们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快来美拍发视频 at 我，我会检查你们的作业哦。在美拍，每天都有新收获，同学们，下课。